好好来就要说什么正值青春期的那个字号，你叫字号吗？就是说哦，正值青随便啊，没关系，就正值青春期的字号，就是杰森，我录啊，正值青春期的杰森，毕竟也是血肉之躯，哎，就跟平常男生一样，毕竟也是血肉之躯，不免会有一些他叫不免会有一些，不免会有一些什么我就觉得很解释 Happy Time 就好了。好，不免会想要 Happy Time 一下，好啊。好，正值再玩 Happy Time， 正值青春期的杰森跟普通男生一样，都是血肉之躯，不免会想要在房间 Happy Time 一下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来，一二三 ，Action！ 正值青春期的杰森，我的表情是和其他男生背对的吧？也是血肉之躯。血肉之躯，然后不免会想 Happy Time 一下。哎，是在那在张双阳，就是正值青春期的杰森，正值青春期的杰森，跟平常的男生一样，对，是血肉之躯，不免会想要在房间 happy time， 不免会想在房间 happy time 一下，对，好，你就 happy time 啊，很激动，好，帮妈妈给忘情，忘情，然后妈妈开门说，好，加油，这样一路这样，快就可以这样。好，开门，开门，掉了，掉了耶！那咋送医院吗？长一个，快，快，好，哎，重来，再重讲一次好了，真的，正值青春期，对，一二三。正值青春期的杰克森和其他男生一样，也是就不免会想在房中看一下 ，happy time 一下，好，然后就好。哎，儿子，哎，你在看书？妈，对啊，我在看字典呢。哎，对，刚刚查个单字。哦，好。哎，还关门了，关门了，妈。哎，好，换一题。好像第二个是谁？进去，哎，那个爸爸，弟弟，你演啊，你啦，你啊，张学你进去，你先演啊，张学你啦，快，买裤子，真的买裤子，对，打开门，好，进去了，我要讲，哎，哥，哎，什么事？要不要试穿一下裤子啊？不要穿就好。他说新买的裤子要不要穿什么？是啊，怎么会有人被发现？对啊，呛哥哥，哎，呛瞎了哦！哎，对，所以你要弱势，说啊，不用，真的不用，你先上，对不对？在，你要弱势啊，但不像平常那样，你要弱势一点，好没有？弱势，好，再一次，哈哈哈哈哈！是通知室友，哎，哥，哎，其实是弟弟，要不要试穿一下裤子啊？不用，不要说。你要说你新买一条裤子啦，可是裤子有点微微的大了一点，哦，这个是不是一样的？不要，不要说，你说我新买一条裤子，你要不要穿穿看？要站起来是不是？说哎，站起来穿穿看啊，对啊。你家才知道，快进来。哎，哥哥，哎，是，我买了一个新裤子，你要不要穿一下？不用，站起来啊！不用，我这边有模特的钱。有一点就是不方便。好，可以，然后就算了，对。好，第三个是成龙哥。你啊，成龙哥，啊，我妈的吧？好，成龙是爸爸的，爸爸继续，然后。哎，这怎么跟成龙哥？这样，如果你要拍我，好了。哎，儿子，对，跟你讲，卫生用完再抽，你这样好浪费，好，浪费，好，这个用完再抽，好。好，最后是这种哦，哎，对，下一个游戏是什么？哦，对，就跟杨老师会臭吧，然后我想，我笑吗？干嘛笑？好尴尬，怎么办 ？Sorry， 好尴尬。
陈昭说这只是米老鼠之类的，就可以大家会笑。反正有老鼠吗？会有老鼠？没有没有，不会有老鼠，不会有老鼠。那想一个 ending 吧。好，这 ending 就是。欸、他们都有点囧哎。对啊。就告诉我不要在旁边有老鼠。哎、欸，对，像陈昭不知道怎么回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办？那回不了。因为东窗事发啦。对，东窗事发啊，怎么办？